哦，天哪！哎，对啊，这里好清幽哦。我们来找一个妖秀弟大哥啦。妖秀弟，等等，是这位吗？妖秀弟大哥？不是吧？不是什么妖秀弟啊。台湾的水果就是甜，要找一种比咱身躯更较大粒的水果，妖秀弟啊。大哥，你妖秀弟大哥哟。啊，是是是，嘿。啥了？叫阮甲你叫黄大哥，啊，要甲你叫妖秀弟大哥。因为我拢种迄个菠萝蜜吼，我就分妖秀弟甲妖秀袂甜两种啊。我已经种买啊30冬啊呢。30年哦。系啊。在嘉义有在种菠萝蜜。啊，其实迄个真是因为生甘甲种济，蛮专业，足好广告啊，种甲规山平呢。你算讲是无心插柳。菠萝蜜的对啊，哎对对，真的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嘉义家都啊好吼，23.5度那个。加温度、气候都啊好。啊，咱外这片的鬼东西吗？是啊，都为只车摊家那边遐东西。哎，差不多几公顷啊？13公顷。13公顷，我们今天该不会要全部摘完才能吃吧？摘完，我两个要求甜的。我们真的要唱菠萝蜜？对对对。阿是刚才种了，这无在做事哦。啊，无就请大哥从来看一下啊。哎，无好啊，咱从遐来，来行，我带恁来行。去后山，菠萝蜜后山。好大哦！哎，每个果实都结得满满的。哇，这样那个好生。好大哦！难道是讲这个看见黄的，提这是妖秀甜的？这哦，这也卖这条上林啦。不少。阿妈，这条是妖秀袂甜啊。妖秀袂甜。想喏，一般人办来办这哈。对对对。嘿，水啊，大粒啊，大粒啊，搁有斑。这人要唔知会甜甲袂甜，阿来分啦，嘿。我都分嘛，是爱看树啊。其实菠萝蜜会甜袂甜哈，从它的外观、大小、形状。颜色讲秘诀了，还有肥料，通通无关。喂，讲到这拢无关，那无是啥？关什么有关？我讲是真正专业的一句话哦。伊下底袂顶，安怎看你敢知？唔知，看袂出来啊。恁看袂出来对无？其实我嘛唔知影。喂，真的，这是一句很专业的一句话。你种这么久了，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啊，较早吼，我当时是，我要下底袂顶，我安怎分你敢知啊？我就较早三四千丛吼，问遐教授来啦吼。啊，教授都唔知，我就家己拿一支刀啊吼，甲我那拔头吃。嘿，啊，这个菠萝蜜有好无？是加吹下讲听声，像这这个哭哭叫吼，这还袂好，哭哭哭都还袂好，啊砰砰砰都好啊啦。砰砰砰就好。啊好个先哦，也是伊面包都挂一卡食看卖，啊腰瘦甜嘞，都甲喷杂做记号，袂甜就跳过人过安尼吼。哎呀，你一粒一粒吃哦。我讲阮只3-4千丛啊，3-4千丛我食3冬。三档啊，有一间转两档发作火，啊，这档那喷八九届啦，啊，另外迄档转无喷啦，我恍然到，啊，都隐藏尔，品种的关系，阮只3-4千甲3-4百丛会甜尔，1/10。3-4百丛中间我取前11名，我来要甲接接，好，要甲接过，用尾来甲接头啊，可以发起来，啊，遐都拢会甜啊。哦。啊，像咱菠萝蜜这大丛，啊，这下骹当然咱嘛抱咧，倒啊倒个就落来啊。哎，啊，管那边怎？用一个堆啊，用一个绑索，慢慢甲揪起哩，啊个地锅倒菜都甲锅咧拿底，慢慢降起降下来，安尼就好啊。示范示范，因为好好好，行行，咱来头前遐好不好？行行行，等等等等。哇，大哥！哎，你来看只，这边钓有这个刚刚刚买的，好大！这嘛还袂好嘞啊，这嘛还袂好。哎对，这嘛这是个花啦哈，这是个干花。这个是花，啊，这是个无花。以上科的植物，通常会香会臭的话，都是丛梅花啦。啊，所以伊这主要是啥，胖绿叶还是火星绿叶？拢有，伊那个针吼，啊，有回粉花龟雌花呀，所以这是聚合果咯。嘿，这聚合果。所以它的花是从这里这样长出来。哎，这个点就是绿花，好，这有啊，你也看见哈，这就是香啊，哦，你也闻过吗？有这香吗？哎，有哎，有果香的味道。哇，这么多，这是哪一颗啊？这有好无牙齿啊？讲你讲哎。这条啊，较大个讲袂紧，是咪哭哭叫，啊袂好，定定，啊，你啊看迄只，有啊，伊是咪，哎呦喂，迄就好啊，哎，啊，即马买饭就用这个来慢看麦，来，互恁学饭来，那个很赶哈，往上抛就好了。加油啊，姐，看的准度了，多手麦球，
哎呦喂呀，哎呦，哎呦喂呀！哎，我给你过去改，完全差很远。收回来，收回来，不容易呢。真的假的？来来来，你也跑几盖看嘛，来。啊，龟啊龟啊，中了！厉害！哇，掌声鼓励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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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哦，好厉害！哇 ，OK， 来，我拉了，也蹲着嘞哈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哇哇！成功了，耶！我们肖巴利拔了第一颗，我们草地，耶，人生第一颗。哎，怎么感觉很好切的感觉啊？哎，它的 SOP， 因为这是锯齿状的面包刀，又是圆弧状，没去给它刮破，不会撕裂伤。哦，一切那个味道怎么冲出来了？好香哦！这个今天差多少半呢？哦，这是黄吧？比黄来更加香呢。再来，安尼哈。哦。好漂亮啊！安尼嘛是也袂使啊，来为啥？这是点皮哇？那你挂低皮，吃看麦。好香哦！这是黄吧？嘛，这条是较无限甜的啦，哈。哇，其实嘛，伊本身嘛要求低，嘛好食啦，要求低，品质没有那么好。啊，椰子吼，应该撒在那边夹的。哦，啊，你讲要求袂低，这个低，这什么好嘛？怎么嘴巴口齿留香？它这个是整个这样爆出来的香味。这条如何食？这是一斤百二的，啊！我靠，嘿，你剥掉那就不能吃。这个我是可以用起来油炸，油炸起来比麦当劳的薯条还好吃，你当然吃得到。太好吃了！你那个汁快喷出来了！太好吃了！你可以做汤的哇！哦，汤底好，无讲。再好吃水果，你打刚吃吗？系啊。我真的吓死哎！好吃吧？好吃，我怪你跟我要求低，我真的算是我先把计划把超级大人吃菠萝，吃到会感动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真的没有之前没有吃过菠萝蜜，嗯，我真的算第一次吃哎。我今天真正吃至少五六千块，怎么吃？我见嘿，我见你吃不了。这个好像黄金果，你看你这个黄金果，所以这个要推广。因为通常黄色的蔬菜瓜果啊，都有很棒的贝塔胡萝卜素啊，贝塔。照理说对身体都是很好的。今天不管这好不好，光是一个新鲜不用农药，我就要吃了啦。对啊。今天好开心哦！这个是我们的菠萝蜜大餐，听说这个是他们。一级棒咖喱，独门的，用那个未熟果的用的，皮下掉，这里面有卜啊、洋葱、苹果、茄子、秀珍菇、胡萝卜，啊，加我的菠萝蜜在控，控四点钟，四点钟，嘿，哎呦，它的果胶一定会跑出来。大哥，我有点分不清楚嘞，嘿，你讲你较早做业务，啊，业务你是超级业务，啊，做好后那等来进菠萝蜜是什么状况？你较早是乡里哦，卖保险，较早返乡青年呐，我较早就住家啦，是，我母啊早死哈，是，哎，那是遐直接无？我做兵的时就过新年啊，哦，我爸生十个，大家拢伫外口咧食头路做生意的嘛吼，啊，我都唔甘我阿爸退伍的第二年吼，我等来看我爸过头毛。我拢白长长安尼啦，等下只嘛唔知要做啥物，做我都做业务啦。这个很斜杠哎。嘿，好多等下，好多爱上我的菠萝蜜，从零开始。好好爱上这块土地。嘿，难道你讲这个甜有做主人诶？蔬果甘甜味。嘿啊，不了种蔬果去控四点钟这滋味吼。嘿，赞哈。因为我之前食菠萝蜜拢较侪是食甜诶，就是摸摸渣渣来的迄种口感。但是它这个咸的咖喱也超适合的。对啊，咱那时办的这个叫什么花呀？那个叫它的果实。你一直在推荐说这比薯条好吃，所以菠萝蜜整颗都是可以利用的。嗯，连它拿下来吃都可以。炸的好酥哦，还好爱点不在，不然就不好吃。嗯，好香哦，咬下去那个菠萝蜜的果实的香味，对，淡淡的喷出来，然后还有撒那个很棒的梅粉，对，好吃，还有点瓦萨比。嗯，我看咱先跟你食下。虽然讲是甜的，但是伊是食落也足健康的。比起咱的薯条，因为薯条拢淀粉嘛，但是它这个是有一些纤维，膳食纤维，而且重点是又利用那个水果原本不要的地方。哇，厉害呢！有点像日本的那个天妇罗。嗯，天妇罗的。哇，爽爽爽！我记得大哥有讲，在这边利用菠萝蜜吼，有个特色。不是只有吃果肉削掉，它整颗用到完。听说最后一样是用在汤里面的哦。你说那个心嘛，对不对？
菠萝蜜的心，那個、心啊，心的记，这也记啊，哦哦，记的空白棍，哎、欸，这不需要淘淘补出来，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是另外在哪？我在假的挂麦吗？假挂麦，你说这吃起来像比菱角还好吃，菱角哦，吃起来粉粉的，它连籽都可以吃啊，哎呦喂、欸。加落去足爽诶！嗯，爱、啊、内面那菱角诶，比菱角还好吃。真的是菱角诶，而且不会胃酸哈，吃多一点胃酸，嘿对。而且它那个，它比菱角蜜太多了。对，而且有一个很棒的香味，吃起来有点像什么栗子。嗯，栗子的那个口感，哇，这厉害啊！我这趟下，我真的完全对菠萝蜜更改观诶，把我们的印象都打破了。真的是最甜蜜的果实，真的菠萝蜜。